先推我，先我先推你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对。老跟我说的话呀，这我们做的很好，但是有时候他就没有看到，我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还是说的很保留。国际在线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敬亭，我是学生。首先呢，这个白老师他是一个特别敬业、特别帅气，然后特别的这个特别认真、特别富有这个演员的这个敬业精神，就是好演员。我对学生的评价就是崇尚。早知道我多夸两句，我多夸两句吧。打了这么多年球，不管是谁，都会变得有些迷茫。如果忘了，就回去看看吧。有的时候啊，英雄可以造事实，但事实也可以造英雄。这球还没出手，对手已经反击。这是什么？这气场。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要去针对游戏进行一个本身的研究，然后包括很多动作这方面，真的是要很刻苦的去学习，然后也要控制身材，然后去不停的锻炼。包括我们会尝试很多，就可能在其他剧组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拍摄方式，就像我们打球的很多，其实拍摄手法都是我们现场大家一同研究起来，我们要双方配合。就他有很多什么扑球啊那种动作，然后我有很多这种救球的动作，其实都是要跟摄影机要配合的特别好，要不然我们有很多就是我们做的很好，但有时候摄影机没有拍到，那摄影机拍的很好，我们球没丢到，这个就需要就是需要很多很多部门的一块儿协同工作，包括导演组，包括这个摄影组，所以老师们就大家一块儿。一开始是我们也是在摸索，因为大家都没有拍过就是这样的体育体的戏，所以就是后来就慢慢的碰撞，一起磨合，一起练，然后呢就是后来就像拍的摄影老师吧，我们当时就说一套三连，一套五三连五连来着，是啥呢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拍摄了我们就是熟练了嘛，就是一个全景，然后一个侧面的中景，然后再是一个近景个人的这样子的动作，这样子就拍摄进度会很快，就是大家磨练出来这样的拍摄手法。所以当中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学，慢慢的去理解。坚毅的眼神，徐坦就是有，我觉得有那种坚毅的眼神，就是因为就是一开始他是一个成长型的，慢慢就变成了这个中国队队长。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一路都非常刻苦，然后最后就是达到人生巅峰这么一个角色。就我觉得他一直以来就是就像这种白老师，就是有这样的坚毅的眼神，就是非常贴切这个徐坦这个角色，一直都是这样，然后非常贯彻这个心理。对，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激情，然后非常有活力，不管是对待生活还是对待工作，我觉得都能，只要你看到他在现场，一定是非常有激情的一个蹦蹦跳跳的，举手创作。我觉得整个氛围会被他带动的非常的好，大家也比较玩得来。然后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，就是我是因为他在现场，因为他会经常在自己间歇的时候会去练乒乓球，然后基本他就不回自己的休息室了，就只要不拍他，他旁边就一直在跟他的每天都打很多球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也是彼此督促嘛，看他这样，就是他在拍他的时候，我也会去监督去，我们两个也是彼此监督一起去掌球，掌球。各有各的好。对，我徐坦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他身边有很多的帮助他的人，他可能因为他的性格，就是大家会去更亲近一些。于克南的戏里面就是没朋友，永远独来独往一个人。然后，但是于克南也挺自己也挺乐在其中，因为他其实他觉得自己不需要朋友，他就是第一就是这样，所
所以挺孤独的这么一个人。我觉得就是你的表达，勇于表达自我的这种态度，应该其实还是做事情都会小心翼翼，想到自己的感觉，有什么难度的时候想到你就去做。印象都挺深刻，但是有就是两个人真正的，就戏里面是徐展和于克南，他们就是必须得一直密切接触的，就是有一段这样的心，就俩人得生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就是被教练惩罚了嘛。然后就靠着手铐，俩人就是洗脸、刷牙、打球、训练，每天都是这样子在一块。那个戏还挺有意思的。哦，我们会有就是比较反差的两个时期，一个是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两个一些剧情方面的原因要在一起，然后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一些桥段，然后在一起那个关系看上去就非常融洽，然后也有。到最后我们两个变成对手的时候，就是特别针锋相对，在赛场上，今天的身体也是朋友，在赛场上就是思想都一点都不留情面的那种，要去竭尽全力去拼搏，那种场上场下的这种反差的关系，就是还挺记忆深刻。我凭本事就能打回国家队，来什么打拳集训啊？这是我因为第一集嘛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。老许可能就是我剧中的一个目标，就是从最开始到最后。那现在来讲，就是我们有如果直播的话会，我们俩唱合唱一首歌，然后里面有一句词就是准备好了冠军，其实这是我们在大结局的时候对彼此说的一句话，我觉得那句话还是挺深刻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冠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冠军。我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因为最开始那段戏其实是可能有很长的一段，就是两个人要说很多，但最后我们跟导演一起觉得，就两个人其实最终的目标都已经达成了，也就追上了那个曾经想去成为的自己。然后到最后，虽然我们敌对过，但其实走到了巅峰，我们都已经变成了失败的对手。对，然后最后我们两个再以双打身份出战的时候，然后他又对我说：“我赢了，拿到冠军。”这个就是，即便之前有再多的争吵啊，那种矛盾，但到最后，其实我们都是因为彼此的激励，才达到了冠军这个地位。别骂我！我们更深入到了一个运动员的心理，然后。懂得了一个运动员成长上的经历，在赛场上的这种感觉，还有就是学习到了很多新鲜的拍摄方式，然后增加了一项我喜欢的运动项目。嗯，对，我就是因为拍这个戏，然后就爱上了打乒乓球，这是我觉得这部戏收获最多的，真爱。然后因为这个。爱上打乒乓球，买了很多块，现在在家里浪灰的，买了五六块，我那一块的那个浪费就十个三场，我就拿出去。对，我那个马龙的签个名的，我那个是，对，然后还有许昕的签名的，但是那个是放在家里的。太多了，还记得你跟我打球的事，我俩我然后被私底下就是切磋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是在拍之前其实不太会打，然后都是临时学的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切磋一下自己进步不进步，然后我俩私底下经常会打那么一局球。对，我的反手还不错吧。我大比分我是输的，哎呦，我俩经常会再斗一局，而且打得都不怎么样，双方中央要彼此嘲讽。很严肃的说呢，就是我们真的尽我们所能去对这个运动进行我们的诠释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谅解，可能我们在其中在专业动作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，但我们还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诠释这整个的故事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们的一些不专业的地方，也能够看到我们很用心尽力的一些优点。然后我们两个都看了全篇，就觉得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说的很保留，一定要看，不更可惜了，不看已经后悔了。对，这部作品是真的是
用心用力。就作为演员来说，我是包括整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团队，我们都是尽了大家最大的所能，然后拍出来的。所以，希望大家能够满意啊，不要更棒，敬请期待。